到天边，你问你甭管你是1980，你是1680还是880、580、380，不是我现在对你给我钱，我对你这个付出的劳动我不满意，不满意，不满意你劳动成果，我付出劳动之前你干嘛？你换人呀你？我没有选择呀，你换人给我点根薄，我不好意思再来一批，我不好意思。没有一批了呀，我整个后台就我一人了，就这个，你要你能行你就来，你知道？不，我是我当时我觉得能行，我后来我才觉得不行了。行也是你自己的事儿啊，跟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干活有什么管我的？你给我钱，你再自个儿再负责去好不好？那是你的事儿了。那我后台不也得把钱我花在刀刃上啊？我这还不过刀刃吗？我这。你现在对我来说，你就是刀把儿，你都是，你刀背儿都不行。我给你个快，我给不了你钱啊！我给不了，我干嘛？给不给？我给不了，我当时我都会，我给你钱。你这三个是不错，但是我会没法给钱，服务不满意。看你啊！我说明白，咱现在现在这专业点，退中。你甭退中，你甭退中了，我还指让你加呢吧，知道吧？领导，你还要加，你加不了了。等于干嘛？就这钱，就今儿就给不了，给不了就不给了，就这意思。行，您呀，行了，您也别生气，不就不给了吗？不就几千块钱吗？对不对？我也看不上，我也看不上。这么着，这钱啊，是小钱，这钱呀，您留住，我压根不给你。别胡花乱花啊！啊，别胡花乱花啊！不乱花了。今年，哎呦，我琢磨了，今年可能是用不上。今年快年底了，是用不上了，正用钱呢。可不嘛，您呀，听我，我跟你说个主意，这钱呀，留到明年。明年干嘛呢？明年开春，等到了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啊，您拿这几千块钱啊，上这个铁匠铺，啊，找那铁匠。给您打一铁箍，我打它干嘛呀？把您祖坟套上啊，别让人给骂裂了啊！这钱我不要了啊！我不要，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看不上了，退中了，我走了。别换，你现在你走不了了，我退中了。你退，你退什么中啊？啊，你不要，你说这是人话？我不要了，你留我，我不要了。几千块钱我也看不上，价格我给不了你。我不，但你后面说的是人话吗？好，铁箍。啊！别人骂你，我花6000打铁棍儿，别人骂你，这是人话吗？我就这，这是对观众的态度吗？我是上帝，你什么上大的？你什么大的？你甭跟我废话，甭跟我废话，就哪人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哪就这个呀？废话，我唱完你不给我钱，像话吗？废话，你那会我能给你钱吗？那我不，我不，你这说话你没有人话，知道吗？我就这样，这不欺负人吗？我也就不累就走，够后我回家啊，回家从这里下去，从那边出去。哎，我出去了，你掰掰着明白再说呀。你凭什么把我掰着明白？你跟我说明白，我就唱就这个就这样，哎，中吗？中吗？你们队员都这样的，我不，他们不，我就这样，中吗？干嘛？你现在怎么一家独大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啊，就是你，你怎么了？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后台没人管了你，谁管我？后台都走了，都谁管我？刘哲、刘林都走了，谁都快到我家不搂着媳妇儿呢？你跟你没关系。我跟你怎么这么大脾气？我就这样，知道吗？这是你理亏的事，你跟我这么大脾气？我怎么理亏？我唱没唱吧？啊，我唱没唱？你唱了，但我是消费，你爱找谁找谁，你爱父母，你爱找谁找谁去，你爱找谁，后台没人了，好，你爱找谁找谁去，差不多得了，可以吗？是这意思吗？就这个，我没人治疗你了，谁治疗谁治疗我呀？还有人吗？谁治疗我？还有人吗？你嚷嚷也没用。后边人吗？人呢？你要上吊是怎么着你？这谁上吊了？我后台来。师哥，师哥，我屁用啊！你敢？师哥就行了，后台没人了。
睡觉。我现在后台现在就你一个能说上话。听我后台说了算，今儿早晨我吃了面包片，我推的杠铃，你高兴啥呀？哎呀，他是我，甭是这样的，这都能啊？我就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您跟我说一下怎么回事？你这动作一出来，我就问你，你问我，你问我。我先介绍一下啊，我呀，你什么呀？我是一个热情观众。下去，下去。怎么这毛病啊？观众开下去，你打开门做生意的观众来，你不得热情一点吗？还不热情吗？还想多热情呢？我给你，我得举报点事。你举报什么呀？这是你们这儿演员，这是我们这儿演员啊，这不那谁吗？谁呀？谁呀？你跟我说话，你给我干了。顺着你话说，我问你反映个事情啊，我是观众，我呀。酷爱相声快板儿哦，酷爱相声快板儿，尤其最喜欢的是快板儿哦。喜欢快板儿，你上德云社干嘛来呀？我们这听相声的圣地，你上这儿听听快板儿？不是，德云社演员多才多艺，不能什么都会。这是快板是会呀，尤其他好像挺有名的。对，他是一个名演员呀，名演员吗？名演员呀。我的意思啊，还名媛呢，你姓演员，名演员，你也没跟我拼呢。我想啊，听他呀，给我唱个快板儿啊。而他跟我说，你们这有规矩。有什么规矩？我要单独点他唱啊，这叫单点。对，单点，单点，还叫特烦。哎，特烦，特烦，我现在特烦你。你看我这意思是，我可以，我能承受，可以，在承受的范围内，我可以单点他唱。好啊，他告诉我单点这个价格呢，是1980。1980一段。对，对，是这价钱，这价钱没错啊，真是这价，真是1980一段啊。对对对对，我认可，你认可呀？我认可。那他就给你唱啊，啊，给你唱了吗？但是我有前提。你有什么前提啊？我是天津曲师乡，哦，我是那儿的朋友，哦，我们对于快板也有一定的认知度，喜欢听快板吗？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。好啊，我这意思说，他唱那段我会啊。我不给钱哦，会，您就不给钱？对，但不是单独说他唱完了我就我会，不是这意思 啊。我那意思是我还能给他接上下句来，我还知道这是段叫什么名字，谁唱的最好，是哪派的，够详细吧？那说的这没毛病啊，这样我会了不给钱，合理吗？合理呀，人花钱没有说听自个儿会的呀，对吧？对呀，听你说你是个明白人啊，你是个明白人。他说我呀，他就给我唱了啊。给我一上来唱了一段李派的代表，唱的什么呀？唱了一个三打白骨精。哎呦，那是润杰唱的好啊！润杰这段很有名气呀、啊。润杰打狗头吗？我们这是老前辈呀、啊，润杰李先生啊。对对，唱的三打白骨精，那个白骨精打了他三回，给打死了。那白骨精打了三回，孙悟空打了。啊，孙悟空打了白骨精三回，三打白骨精。你咋回事啊？我吃面包片了。当时你这个三打白骨精那多好啊，确实不错。白骨精，你想他确实挺好，我也挺说他是不错。啊、一上来给这么好的节目，对，这不错的节目，我会，你会，就撤段啊，臭大街，你会让他给你换一段，换了，换了，换了一个王太，什么节目、啊？小寡妇上坟，小寡妇上坟都叫你媳妇这点事儿哦，都告诉你了。哎呀。你们这演员都这么乱吗？哎呀，小寡唱坟，这是我们家乡底儿的呀，这是，这是秘本呢，都给你唱了。是，哎呀，你可太有口福了。有耳福，我太有耳福了，我这把耳吃了呀。太有耳福了，是啊，耳福，耳福啊，老乡啊，反正我会，你小寡唱坟也会，我会，会还不大，那不错，我再让他给欢迎都是换了，欢迎，都换了，换什么呢？给我换一高配，高配的什么节目呀、啊？同仁堂，同仁堂这节目好啊，好吗？同仁堂说明了一个问题呀、啊，问题，我该吃药了。这个回答很优秀，自问自答呀，不错。我怕你没有想到。好，高配这节目很好，那高凤山先生打那个欺骗谋夺，哗啦哗啦，你别唱，嘿，太好了。那问题我会，你会，我会的比他还熟呢。哦，同仁堂你也会？这多少？打有狗那年就有这节目。你多大了？我29。你夸张！你这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么说话，就是您都会。我会。你会这么多节目，你烂的找他呀？你自个儿在家录完，自个儿看不就得了吗？不
干嘛？在家下会盲棋多好玩啊！下会盲棋呀、啊！行，盲撞我都不听了。然后怎么着呢？我就让他换啊，他不换，那怎么不换了？他行吗？不换了。哎，他不换了，他不乐意了，他高不高兴了？还找我要钱？啊，要钱你给他呀。不是，我凭什么给他？你没有钱。我有我钱，我不能给他。我都会，我给他钱。臭你的下班，你打他！我这等我，还差两分钟啊！我这意思我会，他找我要啊，不到6000块钱啊！行，哎，要这个钱我不能给他。他说您不给就算了吧。好，你把钱你留住了啊！你也搁那里，哎，拿好了啊！今年是不行的，今年不行，今年不行，明年吧。干嘛？明年赶上清明节，嗯，你到那个铁匠铺啊，你找那铁匠啊，哎，拿这个钱呢，打一铁箍，嗯。回家呀，给我们那个祖坟箍上，别人骂裂了。让你拿这钱，嗯，铁匠铺打铁锅，对，叫祖坟上别骂裂了。哎，你去了吗？我没去，我去了。我意思你想去吗？我不想去呀。不想去就不要去了，就不要去了，不要说他说什么你就信了。我压根没想去呀。就我们这个行业呀，嘴呀好诙谐，不要说他说让你去，你就真的给他箍上。你我是有病，你铁箍，我听不出好赖话来了。你横着箍，他容易上边出来。大家别等着，你拿铁水给他浇死。你这样他灭不了，他这个是糊涂的。你箍上他灭，你上来就派他上来。对呀、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这就是一个，不是这哪意思？就这问题是不是？我问他，我先说他一件事。你这词别逗我啊！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我得问问，我得调查清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看记录。气死他！气死了那个！我呀，你说这不拿这个？对，我是这么回事。二哥，你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啊！听听你怎么回事，我从头来，怎么来，怎么去，我都告诉你啊！观众都是见证人。一开始我在这儿说相声，他呀就死于白天说让我喜欢我，说说他的展示啊！我说我白点儿，观众都花了钱了，对，给钱啊，给钱，1980，1980一段没毛病，这说没毛病，还得唱他不会的，对，来吧，咱会咱会的多呀，我哗哗。我来那花板儿、啊，对，唱了一个李派的。李派唱什么呀？三打白骨精。三打白骨精，名段子经理唱的好。就刚才您说的啊，三次那个白骨精打三回都没死。别管谁打谁，反正打三回。就这个啊啊，就这货啊，我知道。他说他会，他会，他说他会。他会，你给他换一段。是啊，我会的多，我给他唱一王派的，王派小寡妇上坟经典名段。这个凤山王啊，是不错呀。他又会，那你再给他换一段。是，我又给他换了一段，唱一个那个没史上没人听过的《同仁堂》。同仁堂好啊，好。他还会，你再给他换一段。我不会了。你不会，我不会了。你就会三段呢。啊，外号王三段吗？你这么大一个 N Dragon 就会三段。不是，哎呀，我一上来完了，大街呢，我要抽他了。我抽会三段，你就三段啊？他平时组织那快板课的时候，你不好好学呀、啊？我不学英文念了，你学一个，学英文这啊？你得学快板啊！我学个三段，这都是我昨晚加急才加出来的。加急才加了三段，可以了。你别，你把眼给我闭上，你老瞪眼干什么？你说吧，你瞪眼都瞪可劲，我说你还听了吗？你把嘴也给我闭上，那我就别说话了，行不行？倒霉，我也把这棒棍一干，你还瞪眼？打我呀！还看个头？你快板都不会，你还看头？你怎么了？该看你看，你就等着我。你看那个头还挺好看、啊。你还笑你咋看打我呢？你咋这么厉害呢？
分明白说的，但是您也别说跟你差不多。大哥，我确实啊，我没骗瞎话的，你没夸张吧？又说谎话，这样我想您辙，但您别，我赶紧吧。他给您唱三段，您说一段1980，很不会的，他没有伺候好您。那词儿就好，那词儿太棒，伺候好您。这样，这回换我，您看行不行？您干嘛呀？我上代码啊！谁这么唱快手的？我不如你这干嘛呀？张宇，我喜欢唱人家的呗，这是专家。行了，看人就明白。唱快板咱不外行啊。你唱，知道吗？5000。什么？你唱5000？5000唱快板一段啊？哎，刚出完夜来的，就这包袱300都不给你。不是。你唱快板一段1900吗？我唱一段5000。你唱一段还给5000？你挣着了吧你？我马上就挣着。你来呀、啊！你听我，别废话，你别说。我也说明白了，哎，对呀。会我可不给钱，会您不用给钱，好行不行？跟他一样啊，直接唱吧，找观众先。看人家身段，看看你学学，这都跟相声快书一块练的。行，我就整理我心情了。人家编词儿啊，也得琢磨唱哪段我不会的。看你专业。我有1碗酒，怎么说？斟酌话一声，我说这是你，我这是我这儿。你打我！漂亮！行了，别丢人了你。赠无兄，赠无兄，赠无兄，你倒知道。这段张小黑唱的比你好。赠无兄，这都是国际名曲啊！赠无兄知道，对的，不错啊，不错，接着吃茶啊。不是，你干嘛去？都唱完了吗？我没说完，你这，但你这不是快板，你这是歌啊。这不是快板啊！不能说这是快板，这是国际名曲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外行。喜欢外行，写外行，对，写字儿你都是外行，对，行，你就唱快板儿，唱快板儿不就得了吗？正经来了，唱快板儿，来快板儿，真不会，你刚才都胡来了啊，快板儿啊。什么来着？我就会这一段什么呀？接下来，请您欣赏群口相声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朱鹤松、王九龙。给您换一场啊！哎，是这个刚才呢，是这个刘春山老师啊，跟这个刘哲老师两位师叔啊，给您说了一段相声。哎，特别的棒，让他们哥俩下去休息休息。这场呢，把我给您换上台来，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呢，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，叫王九龙。您看啊，这个一个人说的呢，叫单口相声；两个人说的呢，叫对口相声，三个人说的呢叫群口相声，30多人的呢叫化妆相声。你看，要像300多位的呢，那是听相声的。你看啊，哪来这么一位？这干嘛呢？我这说相声啊。相声？哎呦，在这表演呢？啊，对，这是我的工作呀，我表演呢。何错？啊，何错？
小伙子有潜力，啊，都有潜力，继续努力，啊，祝你早日成功。说，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。我先问，哎，您是谁呀，啊？我是谁？对，您招哪位呀？干嘛？您怎么着？哎，看不出来吗？我呀，没看出来。我是个热心观众。嗨，吓我一大跳！您早说哦，您是个热心观众。对对对，出去好。您从那里下去，拿着您的票根儿，那底下去找座，好不好？啊，哦，没有票根儿啊，好吧。我们都刷脸进来了，拿到门口一刷脸就报了出来。拿着您的身份证到前面，请刷一下。您找您的座位是一楼啊，是二楼，二楼也没人，二楼。我就直接进来。我怎么就直接？您干嘛？我不是你们这演出来的观众往外轰着讲话，不是观众都坐底下，您怎么站上来了？您？我喜欢你呀，啊，喜欢归喜欢，都咱俩合个影怎么样？啊，我跟您照张相。你别拽我，你别拽我啊！你这有点私生的意思了，牛。说实话，我说你私生见哪个男的呀？啊，哎呦啊！哎，不是我那个意思，我是个观众。不是您观众，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我喜欢相声，您别站台上啊，都喜欢相声，都拿着拍我。那底下没找我这座儿吧？不是怎么？那你也不能站台上。我跟你能聊两句吗？啊，可以聊着，但是我这演出观众花着钱呢，时间很紧迫。是我时间也挺紧迫，我一会儿也得赶车走，都挺紧迫的。你也走啊？要不我也得回家，我就趁这点功夫跟您聊两句。回八宝山呀？干嘛呀？你要上坟去是怎么的？不是，你回家吗？八宝山吗？你不住那边吗？不住啊，我天津人。你住天津啊？我住天津。我咱可够折腾的。是，我就为看您来的。哎呦，我就知道这有你的相声，我过来瞧瞧。是是是，我要看见真尊了。哎，真尊还尊吗？尊尊，哎呦，你别人给太尊了。我天津人啊，尊就是有那人。哎呦，我确实喜欢他。你要聊什么？我还想跟您聊聊这个相声啊，演出之类的啊。是是是，你不都是演出吗？啊，都是演出，不都是给观众演吗？啊，那对呀。我也是观众，你给我演不也一样吗？哪儿我就给您演呀？不是，人家都花了钱了，您也别花钱，您上来跟您聊几句就不错。我可以花钱。哦，可以花钱。你那意思，我是买票，我就能听我能听了，能听啊。一会儿我买上票，我就一会儿是来不及了。我这意思，我花钱可以啊，但我得先问一个呢，我能不能挑一挑节目，挑点我喜欢听的。哦，就是不在这个我们这规划这节目单之内的，这行吗？这可以是可以，还可以，啊。现在是不多见了，几乎没有。但您要有这个要求的，我们可以满足您。您这个话，您这叫单点，对不对？我就属于单点你了啊。单点我呀？哦，就你们这个行业也允许单点吗？你什么行业呀？你甭问我去的那些地方啊，反正都是娱乐场所，差不了太多。都是娱乐上就差着就工种不一样了，没关系啊，关系大。你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，我们都是艺术，你也该上班的男人，我们叫。对啊，您这叫单点，单点又叫特烦呐，啊。是是，我现在觉得您叫特烦啊。哪个特烦呀？就是单点我的节目啊，我们得人设置都是有规定的。什么规定？都有规定。您这玩意儿要是单点，就得单交钱。单加钱。等会儿我捋一下啊。明白了，我捋一下这个思绪。您说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不仅要补张票钱，哎，我还得单花一份钱。您不想单听吗？单听他别的节目吗？就得单花钱呀，啊，可以。你们有价位吗？有价目表吗？是798-898-998-1200。我进了一千二百八十个票，我不知道你们一千二百八包含什么项目。没有什么项目，您这话说的都是下道儿，您这说的。现在我一般我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？哎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都这么价目表啊。我认为都是这种价目，不是吗？啊，不是，你们是大概是啊，我是1980的那个。啊，这还是个抢手的货色啊！什么货色？1980啊，1980，1980。您想听什么？是想听相声？还是想听什么别的？你们都会什么呀？我会的可太多了啊！什么相声、相声啊、快板啊、单弦儿，哎呦，单弦儿这咱都会啊，都会啊！风雨归舟这咱都会啊，我爱听啊！啊，鞭打芦花呀，我爱听啊！什么京东大鼓，这也行，京韵大鼓、西河大鼓、
铁片大鼓，就会大鼓，我们家那鼓的，你们家那么多鼓呢？你们家没那么多鼓，会也不会曲艺，哦，就咱们这也会唱，明白了，评就是啊，戏曲、古曲都可以，包括相声、快板，都能来吗？演个前的，您只要能说得上来，咱别太偏，大雷拉戏啊，那倒不行，啊、那咱不行。快板啊，快板可以啊。擅长吗？哦，还行吧，还行，还行吧。太谦虚了，嗯，太谦虚，你怎么今儿这么谦虚呢？我哪天都很谦虚。唱吧，哎，哪儿我就唱，我您听不听着？我听，钱还没说完呢，还没忘呢。废话，我干嘛来的？我钱都定死了，您听不听吧？听，听了。唱快板呢？唱快板，我就喜欢快板。一段啊，唱一段是吧？一段，一段有我的价位，2980。我您就是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听了吧？你不刚才1980吗？哦，你记性真好，我这考验考验你。这力气长得那么快呀、啊？是是是，你比贷款都厉害。利滚利嘛，啊，1980，就2000块钱一段儿。哎，对对对，差20呢。哎呦。拿20块钱打车去南站，嗯，够呛够，反正行行行不行？2000块钱，快板书可以，2000元一段快板书，我为大家伙服务。你们各位，我替他们把这钱花了，我就点你唱。我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听呢、哎。我发的大价钱，哦，你发，我发的最多。你今天相当于他包场了，对，对我见谅啊、哎。我包你了，今儿是啊，行。您后边爱再加个零啊。哦1980一段快板说，您可别走，我不走，我听了，我拿快板去，你拿快板说啊，一会儿再走啊，我不走。没想到这个德云社现在都这么黑暗的啊，听过快板现在都2000块钱，我平时出去玩去耍都耍不了这么多钱，好家伙，2000我包他，行了行了。快来了，快板，来来来，就来了啊！一说多少来着？不1980吗？1980，1980吗？快板啊！哎，我来了啊！来吧，来了，真来了，各位，来了，来，我们欣赏欣赏，来了啊！鼓掌啊！鼓掌啊！这个啊，哎，能响？我信呢，掉地上它还响着呢，咱得打出花点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花点呢！长长见识。我有这个天心，是是是啊。那这也行不行啊？怎么算我会？咱有一个界定的标准。那你说，
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，我能说出名字来，能不能算我？哎，给我搭个下音儿，这就算了吗？那没问题，行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肯定不会啊。对，您毕竟是演员，您会的肯定比我多。我怎么说，我也是个观众，你是个票友啊。对，我是个外行，你是个外行啊。对对，是大声的喊出来。对，我是外行啊。他是个外行，这是一个。我也没试过啊，那就不会了。你也是试过？这话你也没有啊？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你有不有就行，不就要试试。你肯定不会啊！是是是，我得1980，1980啊，把你带回家啊！唐僧到西天去取经，那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。唐僧道，我骑着一匹白龙马，猪八戒、沙僧左右护离的紧跟行。咱们啥？别往前走了，别往前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三打白骨精，这段我会。嗯，这段确实不错，这是李派的代表曲目，当初唱的最好的李润杰先生，后来天津有一个名家张志宽先生，张志宽都知道，哎，这都唱的不错，哦，都唱的挺好的，这段您会啊？别说您还挺卖力气啊，我一上来就给这么好的节目，我也没想到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但这段我确实会，我会这事儿，这保不齐啊，观众有会那么一个俩的，对，会没关系，哎，毕竟他是一个。经典的段子就是大伙都知道，对，都熟悉。这么着，朋友，我呀，我给您换一段，好，换一段就不会了。谢谢谢谢，换一个，别换一个，对对对，再换一个，再念换，对，第二段了，好吧？第二段好，第二段啊，嗯。
还有徒弟后来王学义先生，都不去了，都看得不错啊，就会了吧，太会了，这是好的，不要不唱就不唱，你生什么气，你摔他干嘛，我这2000块钱就来买他，不是年会评不你像话吗，啊，怎么了，像话，有他这样啊、哦、我这唱的你会一个，唱的你会一个，嫌你是怎么着啊，不是嫌我，我替你唱都是太经典的段子了，大家伙耳熟能详，就尤其你的同仁堂，谁都能跟着唱几句呀、啊。别话，别废话，行行，我唱完了 ，OK 了，唱完三段，掏钱，掏钱，一段是1980，1980乘以三，你掏千九百四，你掏九，差不多你就看意思应该就给一点就完了。凭什么？不是，咱前面都说的明白了，会我不给钱。别废话，我都忘了，都忘了，掏钱。你忘了不行，你忘了我钱没了呀。我唱没唱？我唱。不是你唱不唱？我唱没唱？你唱了吗？这我会呀、哎。我付出劳动了吗？付出劳动，你甭管干嘛，你都给我钱。你扫到天。